面对如此强大的魔魂大白鲨之王，你们能顺利通关吗？走。第七魂技，凤凰真身。属性差距，再这样下去，小豪与胖子都要坚持不住。胖子，火凤凰领域，面对十万年魂兽，不留点底牌怎么能行？胖子的领域可以将海水同化为火属性，正是海魂兽的克星。这是领域的力量，以前怎么没见他用过？这家伙竟敢在我的地盘用领域跟我抗衡，那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！绝望光波，不好，近身攻击！身体好像动不了了。小白的精神力很强，一旦笼罩就会被短暂封印。你们会怎样破防呢？四季神光，哼，雕虫小技啊！不对，这是高强度浓缩式精神攻击。好你个唐三，竟然用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攻击，那就先解决你。我的精神力根本不足以伤到小白，最多只会让他晕眩一两秒，但就这一两秒，我们也有可能突破封锁。大爷，魔杀领域进化技能挂机。小哼，
逼出来了。胖子，小奥休息。蓉蓉，为我增幅。大老大，主心发动。幽冥白虎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我们的杀手锏。戴老大与朱星在施展了武魂真身后融合而成的幽冥白虎，连我都未曾见过它的真正威力，一直留到现在就是为了通关准备的。魔煞之牙，九九归一。